你那时候漆上去的，不然都是不锈钢的，哈、哦，不然不要那么传统啦，它特别拍电影特别漆的啦。嗯然后故意弄得旧旧的这样好，真的故意用旧旧的、啊，故意弄得旧旧的，不然能拍那个哦复古的片啊，对对对，各位你那琴声也是故意啊，危险危险，万一跑下去被警察，那那个。去年景美国小来这里台北市景美国小来这里，他看到他说我们学校怎么那么大，其实我们学校是很小，台北人说我们学校很大啊，对，然后游客更小啊，对，然后游客怎么那么多？哎，确实，对他来说真的不一样了。好，那很好这个地方哈，对，然后这边是个很重要的点啊，好像大象。丢到我们班那边的，就那个玉华他们班的、啊，哎不是不是他。大石头，小山河，然后谁的？我杨慧娟的，对吧？现在可以看到观景，还有我们台南市的第一高峰，叫做大洞山，海拔1234公尺，哎，大洞山是我们台南市的最高峰啦。那这一条河流，这是河流哈，河谷地叫吉水溪，哎，吉水溪，那它的上游是白河水库。那你平时看到这样，但是只要台风天，这边全部是水，非常漂亮哈、啊，全部都是水。所以是河川地啊？所以是河川地，没错，哎，吉水溪的河川地。哎，那，整片都是水，所以我很喜欢看到那个台风天最漂亮的样子了。哎，要台风天才看得到。那它会提早放，哦，放水，白河水库，哎，它的上游哈。小、哦、爱。那。很宽阔。如果他们哈，如果你们给糖厂的导览，他会叫你们站在这里哈，有高有低哈，大家站这里拍个照啦，来啦，看你们要不要拍一张。他们会这样子做。来，拍一张好了，来，那个竖起，各自赶快拍一下。好，拍一张来。各位老师，我们在高高低低的这边拍一张。哎，高高低低的，来。哎。应景了哈，哎，他们都这样做了。来，是你啊？对啊，我。OK OK。难得大家有。